下课喽，回游戏宿舍打电动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旺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南风岛啦。当我驶过每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我就感到有希望。即使这个世界已经空无一人，盖亚赐予我们这什么，一切荣耀依然存在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南风岛啊，感觉跟提克拉岛好像没什么差哎。感觉差不多的，音乐比较柔和，下不去。主角真不该说是，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不能跳，也不能爬，打掉你喽！噔，我们现在有几颗鸡血石啊？十颗耶，到底可以干嘛？完全都没有说明。我们跟着海小强走吧。海小强要去哪里啊？哦，等我一下，砸到！我们 double 砸哎，他刚刚直接撞他两下。这写什么呢？注意，若风车齿轮间有灰尘积聚，风洞门很容易阻塞。所以我们要类似去找类似风车的东西吗？是这个吗？哦，没有动啊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有灰尘吗？他开始一直转了啊。Oh no， 我掉下来了，是不是要重来？哦、那个也要打、啊，这是一个掉下来就没救的感觉吗？不对，不，我不可以溺死，不要再溺死了，超容易溺死的、欸，游泳游一下就不行了，不行啊，少年，不可以这么早就不行啊，我是说游泳了，体力不行啊，嘿。另外一个风车刚刚在这里，动吧！开了，有船呢、欸！哦，我掉下来了！不，我又要再游一次泳了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我先等体力回复，不然游一游就往生了、欸。游，我回来了。然后又有怪了。各种生怪啊，是有生怪砖是不是啊？这里究竟有什么呢？哦，有怪，原来是有怪，临时啊，臭怪。有宝箱，至于要怎么拿呢？好麻烦哦。他这样绕来绕去，他自己摔下去卡死啊！你就卡死在那里吧。哎、欸，这边路在这里。推，这一定要有没有藏什么呢 ？Come on， 没东西，觉得被骗。为什么这样欺骗我幼小的心灵？有船呢、欸，船上没有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机械石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可以上去的、欸，真好。有吧，孩子。哼哼。看。嘣！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用的机械石。那树上不会掉一些东西下来？是没有写什么岛或是什么，就是洞窟。啊，这个要怎么用啊？用炸弹吗？啊、真的哎、欸，用炸弹炸开关，这样应该开关会爆掉啊。还有个打勾，单眼蝙蝠，
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单眼蝙蝠，什么都要用炸的吗？嘣，真的，不能用砍的哦。我砍树不行啊，砍木头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行？这是满满的单眼蝙蝠，卖炸！呀呀，嘿，这个是解谜吗？就很简单，不就这样吗？这样就好了。这有什么？有没有偷偷藏什么？说。啊啊！Double kill！ 到底在兴奋什么？有事吗？没事。吃，请你们吃，不用客气哦，我还有哦，还想要的话就来找我哦。请你们吃蹦蛋啊，炸弹啊，这是要干嘛？这样吗？啊，这样子吗？我刚按秀时想说，啊，我是不是按秀时就不会掉下去？我怎么不在我？哎，有人欸！ Oh no， 错了，回来，看多方便的功能啊！可是这样子过得去吗？哦，不对，我好像是要把它推来这里。我是要想办法救他出来是不是？不懂。我现在干嘛？乱推一通。反正我应该是要想办法让他出来，是否？是否？所以我应该是要从这边叠吧，然后要把这个，哎，这边。看看哦，等我一下。哦不，他推不过去了，卡关了。没有啦，我应该要推过来这里，不可以推那里。我不知道他斜坡居然要求这么严格，一定要用踩的，这么严苛哦。居然一定要用踩的，要求真严格。依照我没有算错的话，应该是要这边再叠，然后这边再推过去，然后那边再推上去，然后就卡关了。哦，不是的，因为这是我的直觉，我直觉应该是蛮准的啦，应该，居然讲了应该。讲应该就蛮老苦也不觉得。嘿，然后呢，就是推过来，推过去，然后推过去，然后再过去那边，然后把它推过去，就完大功告成了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，大哥？哦，没有重来，真是太好了，太棒了啦！我还以为他会要我全部重来，没想到还蛮贴心的嘛。来喽，我来救你出来喽！
谢谢，当我正通过这个洞返回我船上，但我在这里滑了一跤，发现自己被困在这里。你说你正在寻找海岸的标志，这叫匪丈夫。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我听过神秘的吉曼人爱蜂蜜，给这瓶蜂蜜给你。耶，我有蜂蜜啦！为了聊表谢意，若丢了这瓶，你可以在提纲他商店找到更多的蜂蜜哦。咦，等一下。我不会要这样搬着他，然后去提克拉岛吧？啊，不是啊，去那个吉，那个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钓钩啦！啊，我不会要这样搬着，然后回去那个吧？那个什么岛？太搞纲了吧！我用蜂蜜砸死你们哦！看我蜂蜜攻击，蜂蜜攻击，还没死。好啦，那我们可以去那个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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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岛，还是什么猪？吉福之猪吗？还是我已经不知道了。蜂蜜可以打两下，好猛哦！最猛蜂蜜，他叫哈尼，蜂蜜哈尼。所以就这样一路搬着吗？真的耶！走吧，我们来去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岛了，在哪里？对对对，吉福之猪，我们回来啦！我们找到那个奇怪的人要的那个蜂蜜喽。可是好像搬着过去找他，实在是有一点遥远，你不觉得吗？为什么他居然可以这样安然度过？船上没有香蕉，我没有问你有没有香蕉，居然。在那边，船上没有香蕉，我们船上有蜂蜜哦，好假哦，好吃的蜂蜜在这儿哦，打掉，通通打掉，通通打掉。这里是什么岛啊？啊，那个珊是珊瑚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要鞋子的那个是不是？对，要雨鞋的啊，什么鞋咋的？啊，不是，还记错岛了。我们回来喽，我们拿着蜂蜜回来喽。富迪特拉将物品运往另外一个岛。哦，不，都是你啦，我打死你。还有在那边，真可恶！还有一时慌张，差点把蜂蜜丢了。蜂蜜丢了，我们还要再回去。你这样我很困扰哎。慢慢走，不然等一下就掉到洞里，你就尴尬了。蜂蜜来喽！我现在一直讲到蜂蜜来了，讲到来了这两个字，我就想到前阵的广告，野猪起水。没有，我们拿着蜂蜜。出太阳啦，我们拿着蜂蜜来啦，总算不要下雨天啦，不要再，这很令人生气，这怪，讨厌，最讨厌的，臭，那是什么？臭乌贼吗？还是臭章鱼？还有，哼。气候，不要整我啊，大哥！我已经很千辛万苦了，把这个东西从另外一个岛上运过来了。蜂蜜来喽！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音乐听起来好壮烈啊！来了，客官。
重要的蜂蜜来啦！谢谢您，您带来的蜂蜜。你应该没有什么，现在继续。尽管这里没有什么看，就因为海之号角，我们的国王，我们的王国禁止游泳。啊，对了，钥匙，您需要这把钥匙。耶、yeah ！那我可以再把蜂蜜拿走了吗？然后拿走会不会生气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回想过去，我们曾经有过各种富迪特拉。后来有人背叛了我们，整个世界简直土崩瓦解。这样算背叛？不给我拿耶！哇哦，奇怪的地方呜、哦，我看到宝箱呜、哦，哎，这就是那个啊，我们刚刚炸开的那个洞啊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贝壳。GCS 呢？可是要怎么过去？炸得开吗？没有用，应该是那边吧，那边炸开吧。就这个炸开还是回不去啊，那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意义没有啊，干奈。哇，超猛的，直角可以翻这么大颗。哇，这个游泳不会死的。嗨，怪人。您是这个几世纪以来第一位访客，您看起来很有趣，谢谢。谢谢他那个，你有看到？我先砍了他，过两秒才有反应。基本上被 key 到位。这有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，很好。哎，有人，安安你好。您问海洋的标志在哪里？它在我们的皇宫里。那、我们可以拿吗？我一直喜欢欧拉人，您英勇的索恩。是的，我们帮过他。我们最好的铁匠游到海洋中的最黑暗的峡谷，创造了吉曼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——珊瑚军刀。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，它会永垂青史的。英勇的索恩用珊瑚军刀将希罗克一劈为二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但从此之后再也没人见过珊瑚军刀或英勇的索恩，没人知道战斗发生的确切地点，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希罗克的终结。哇哦，就是各种古老传说。嗯哼，哦，我要想要上去。嗯，想要什么？你好，因为海之号角，我们都躲在洞穴，希望我们能在露天游泳。这，嘣！他打了会动哎，好问号啊！好，我要游回去了。游，我很喜欢游泳啊，我觉得游泳超舒服的，就是爱游泳。有人，过去讲个话。这里也有人哎、哇，这个人有胡子，而且这个人长得坏掉了。听我说，孩子，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。说吧。Our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hard times. 真困难啊！你们需要什么说？Our beloved king. 他们国王死掉了。哎呦，他讲话的胡须会动呢。可以怎么帮你？等一下，他有四个眼睛呢。他的思想被玷污了，他的心不能对他的王国负责。他怎么了？然后，黑衣人葬礼礼物给礼物，已经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然就是那个礼物已经有鬼。看吧，就说一定有鬼。Blew through the holes of our palace. 时间停住了，结冰了。哦。Princess Finn and the palace have been frozen for 1,000 years. 哇，冰封了一千年呢。所以我们要去想办法把它解冻嘛。I was a young fish back then, only 100 years old.
他们可以活这么老哦。We cannot go inside because the entrance and the palace are frozen. 入口被冰冻了，所以要有火魔法。Our only hope is a treasure hidden in the cavern of fire. 火联动啊。But our kind is unable to reach it, and nobody else dares to enter it. 他们能不能靠近？所以我们要去火联动吗？哦，带上这把钥匙，阿卡迪亚人，或许你有勇气进入火联动。就是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各种地方，这样。你要说，你要杀死海之号角，我希望我们能提供帮助，但我们的矛不及您的尖锐。海之号角在海上比在路上危险得多，你得把它引到路上来。英勇的索恩对希罗克斯也是这样做到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有办法到入口吧，可以到入口的话我们在入口看一下。好，都来到这了，不让我们看一下入口，太小气了。看看哦，入口在哪里呢？拿一下，还满的哦，满的就不需要了，这个吧。这样可以过去吗？还是一定要用？不行哎、欸！哇，不可以过呢、欸。好吧，那我们下一集就前往火联动吧。那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玩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在底下点个喜欢；如果想追踪最新影片资讯，可以点个订阅哦；如果想追踪最新开台资讯，可以去粉丝团点个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。我就慢慢走出去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一集见啦，拜拜。